感谢咱平安。平安。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咱用欢喜的心，同心来祈祷，请咱从头做到边来。主上帝对圣经，我有听到一句话：人枵毋是因为无饼，人嘴干毋是因为无水通啉。人枵水干是因为阮毋听上帝话。天父上帝，阮的主啊，现在即份你我以为百姓来到伫遮，表示阮的心渴慕，表示阮枵水干，切切希望水溪水，切切希望清水的草坡，亲像拢切切。伫咧追求伊个食物，一般来到伫主个面前，愿你用你个话来扬起阮，愿你用你个话来安慰、来医治阮。愿阮心内每一个人，因为有你个话，阮得到帮助；有你个话，阮得到安慰甲医治；有你个话，阮头前个路有目标、有影响、有快乐，让阮个人生充满爆发甲圆满。我来到伫你的面前的百姓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。今仔日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搁甲咱三甲来思考我的上帝。我爱耶稣，伊面对迄个伫蒙地，当阿伫咧敲击耶稣的玛利亚，我爱主家讲玛利亚。玛利亚发灯心看到是耶稣，两个人要讲耶稣，耶稣甲伊讲：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我也未等去见我的爸，我的爸也是恁的爸，我的上帝也是恁的上帝。感谢主，在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带咱搭这个造天地的上帝，讲这个造天造地的上帝。是咱的什么人？是咱的老爸。因为这个在所有的宗教信仰的中间，这个是一个不得了、不得了、不得了的关系。礼拜前，杨宗纬老爷在咧讲，阿爸啊，咱若讲到上帝，哇，这个上帝那那真遥远。做天做地的上帝看袂到摸袂到，甲咱那敢若真亲像真遥远。总是这个耶稣，伫耶稣内面，咱的这个十字架顶的耶稣，伊讲毋免惊。这个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伊是我的上帝，嘛是你的上帝。安尼咱甲耶稣的上帝，感一个也无，感一个。耶稣都讲，这个上帝是我的老爸，也是你的老爸。安尼耶稣才怎变做上帝的大囝？啊，咱是耶稣，咱是上帝的生囝。耶稣伫咧讲，是的，浪子回头的时，还有几个囝？是你的老爸有几个囝？两个囝。还有一个放荡的，放荡的第几个？还有一个很轻快，拢伫老爸身、爸母身边的，大囝，注意，啊，咱即马咱遮个第二囝，咱遮放荡的囝，今日转来到边老爸的厝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伫耶稣基督的厅内面，上帝拢甲咱保，甲咱伫遮照顾，那即个做天地的上帝，只要遮过一摆，接山顶礼拜，过一摆来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讲元起头，上帝创造天甲地。上帝安怎样创造？第一章的中间，上帝安怎创造？第一日创造啥？光。第二日嘞，将空气甲水甲分开。第三日嘞，土地甲水分开，然后让土地开始生产各种的青色水果。第四日嘞。清醒，一个两粒挂光的所有的这些清醒。第五日嘞，空中的飞鸟，水里的鱼。第六日嘞，
所有伫地上的行、的走、的精神同化。最后，愿归上帝到这讲真好啊！愿讲上帝到这讲好啊！讲真好，但是伊还佫感觉无满足，变啊伫第六日佫加创一个甚物？人伫第六日创造，这是一段圣经。二十六章创作了，注意一句话，非常要紧的一句话。人做了了后，上帝讲来啊，咱照咱的款来做人，有男有女，做了了后，甲因讲，恁着生团侪侪过来咧，管理我所创作的管理。所以伫第一章的创作论的中间，真要紧一项，人上帝创作人，人是上帝创作的，第二。上帝创造人了后，予人一个真要紧的职责，就是爱去做一个管家，管理上帝所创造的。所以，咱人受创造有价值无价值？有价值。有目的啊无目的？无目的。所以，认为每一个人，你的存在是有目的的，是有价值的。即马过来是咱拢一个超越你我咱活的价值甲目的。来。这个章，咱搁接续第二章第四节，咱搁来实践。第二章第四节了后，这个章来创造。来，第二，你若有圣经的，你会当来看创世纪第二章。这个你无一定看清楚，因为讲这有较远的看吼。那第二章第四节讲创造天地的来历，伫遐我上帝造天地的日子，哪是安尼？OK， 来，这个叫顺序安怎样？这个叫四步，哪四步？讲草野地也无草，田里的蔬菜有啊无？也无，所也无草，也无蔬菜，也无我的上帝有落雨啊无？嘛无落雨，嘛无人耕作，大项拢无。无草，啊，迄、那个无菜色，无雨水，嘛无人种植，然后底下上帝用土门开始做人。因为这个是第二章的创造，第二章甲第一章的创造有共款啊，无共款？顺序有共啊，无共？无共。因为安尼到底上帝创造多一个人才对？其实这个无人知，而且不管多一个，要紧圣经的精神伫咧个别一项，不管是第一章的创造还是第二章的创造，无人知。但是伫咧个别，这世间万物的存在对倒来，对上帝来；人类的存在对倒来，对上帝来，拢是对上帝来。因为即马迄个顶礼拜有讲到。在偏湖的海面找到一个骨头，那个骨头所有的骨架，那是不是只有咱台湾人，全世界几哪个国家的那个先进的，一道阵一个研究团队在偏湖，正是讲这个骨头是45万年前的人的骨头。我唔知道哪真侪的人哦，真侪人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伊的信仰是有打击。原本这个圣经内底阿东安尼直直算，搁较安全算哦，算到这都无阿东算到45万年啦。无安全算都无阿东算到45万年，太伫边哦，即个只个认为我都到45万年。因为圣经有一个甲伊讲个，圣经拄仔即个只伫咧讲，这是一个信仰个别讲，即咱人存在出世，拢是伫上帝手中，是上帝听上帝指标甲安排，要紧伫咧个别一项。因为那安尼来讲，咱搁迄个啊，这个只有几点？安尼讲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这个信仰告别，一个真要紧的，要教咱几项宗教的目的，唔是伫咧教人做好啦。真侪人讲啊，宗教都是好的啦，宗教都是见人为善。请问
宗教的目的是咧劝人最好，是毋是？毋是啦，劝人最好，伦理道德就好啊啦，迄甲宗教无关系啦。宗教的目的毋是咧劝人最好，宗教的目的嘛毋是一个心灵的寄托。宗教的目的嘛毋是讲我信一个上帝，然后迄个上帝要来赶鬼，毋是。宗教的目的嘛毋是讲互咱来，亲像我讲进财的吼。会当赚钱，然后一切事业，你讲宗教目的咯？我甲你讲，今日你来到伫教会，你要信这个上帝，你要认这个信仰，啥你拢甲知咧？这毋是甲重要，因这毋是来到教会目的。咱伫这个遮，咱的是基督信仰内面，基督的信仰，毋是基督宗教。咱咧讲的毋是宗教，咱咧讲基督的信仰。这个信仰是咧帮助咱。宽容上帝的信仰，宽容上帝就是咧，这个伫这个所在，咱伫咧宣扬的是咧，把咱完全把这个上帝，然后咱甲这个上帝，咱甲伊熟悉了后，咱要建立咱甲伊的关系，然后咱要努力来追求，知影伊的意思，然后照伊的意思去行。安尼，这个是咱伫教会内面，咱伫咧传这个上帝，甲别个宗教。真无相像的所在。第一，咱伫咧宣讲关于上帝的信息，咱伫咧努力伫咧建立咱甲这个上帝的关系，咱伫咧追求上帝的旨意，毋忙咱一世人咱所行所做会当合理伊的旨意。啊，这个真要紧，就是你爱内心信有上帝，亲像保罗伫罗马书第一章。十七章耶稣讲，这个信仰，这个信仰，你跟上帝关系，你开始都要有信，你信嘛，对信来开始，对信来结束，所以这个是对头教会你的内心信有上帝，然后咱唔呐信有上帝，咱来相信讲这个上帝是咱的什么人？是我的老爸，是我的天父啊，你信嘛？有影这你信吗？你信不信这关系足大？你信不信这关系足大？第一个叫讲到几项创造，你我是伊创造的，你我是有目的来创造的，所以你我咱的存在，咱的存在拢有功用的，要注意哦，恁是无价值的人。不管别人安怎甲你批判、甲你批想、甲你攻击，你毋通失落你伫上帝面前迄个真尊贵的存在甲目标。你爱听上帝的声，毋通听人的声。你信吗？你真侪大家伊无相信，伊讲我若无望到，我都看到，我毋信。基督徒讲，不管你毋信。阮也搁要相信，安尼咱的生命的迄个生活的态度就无同款。来，第二，讲咱人类拢是上帝精心创造的精品，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手内特别设计、特别创造的。由于这个。你有法度通把这个物件吃入去伫你的信仰的内面吗？吃入去讲我是上帝特别伫你的智慧内面来创造的，我甲别人无关系，我这个信仰个别拢是非常个别化的，是你甲上帝的关系。啊，这个有吃在你的信仰个别，若有。我是上帝精心创作的建筑品，啊，它是这个是有伫你的信用的一部分，伫你的信用的内面，阿弥陀佛，念出一项。今仔日，咱每一个人拢需要这个上帝，因为伊创造咱。冰箱派去了，派去要做啥？做创造这个冰箱的公司。麦克风派去啦，派去要找啥？找创造一个公司。在你的人生有真侪时阵，你需要上帝。
毋是上帝需要你。每一个人，咱拢需要上帝，咱拢是上帝有目的创造。那安尼来讲，你我，咱真正咱伫咧超车。我活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伫活？我活着会当创什么？这个会当创什么？有什么目的？拖倒转来伫你的家庭，拖倒转来伫你的现在，拖倒转来伫你的工作，拖倒转来伫教会生活。你伫遮的存在，绝对有你的目的，是上帝给你的。你拢伫咧超济，今仔日上帝给你做规个囝是大人，今仔日上帝给你做，你的父母也比咧，可能以后真侪欠过，你的兄弟姊妹，你的厝边，你存在目的伫倒位？你的公司内面有可能真侪人真惊吓，你的家庭真破碎，你存在目的伫倒位？因为咱确实把这个生命的创造刻伫一个生活的时光的内面，咱来想，上帝啊，你爱我伫遮，你爱我伫这个家庭，你爱我做人的囝，做人的媳妇，做人的是大人，我伫遮的目的甲功能是啥？上帝讲我是光，我是光。主耶稣讲我是光，恁做我的学生嘛是光。我安怎照伫黑暗中，互遐个人因你的存在，变作有盼望、有快乐、有前途，看到一条活落去的路。因为咱拢伫咧超车，咱拢伫咧超车。即个我活的意思是啥？上帝啊，你爱我做什么？即句不断爱伫咧问。我伫遮，请找我，找我，感谢。在现在这个教会，在现在这个家庭，我在这儿正找我，找我离开这个上帝旨意，你人生活的怎么变作为着你家己的话无意思？到尾你行歪去，到尾你若破病了后，偌侪足天才的人，偌侪足能力的人，当伊无上帝的信仰，当伊无这款的信仰，伊身躯破病，伊的事业失败，伊安怎？我跟你讲，伊活袂落去，因为看到就是残破的人生。但是咱一个可以甲半信的人，伊有即款的受造，上帝创造我，我大汉拢伫上帝手中，就是我残障、破病，我老化倒伫遐，绝对有上帝的圣旨。我甲你讲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你袂绝望，你还佫努力伫现在即个处境的下面，你伫咧发光，你伫超出你上大的生存的目的。明日上书上帝发度，就是咧不断咁啊，直直咧救，直直咧救，救上帝啊！我甲你关系，你对我的信，你对我的信旨是啥物？明日上书就是咧上书一个，甲上帝意思刻伫你的集中伫你的脑，搁拖来伫你的实况的内面。今仔日你伫遮，今日你伫遐，你的身份，你所处的环境。真多真多，然后底下你的角色是什么？第三，我信上帝是宇宙万面的创造者。这个我信上帝是宇宙万面的造物主，这个对咱有什么意义？那安尼来讲，这个物件有刻在你的信仰的内面，请问？宇宙所有的人类是不是跟咱同款，拢是对上帝来，是不是？宇宙所有人类，不管伊有信上帝啊，无信上帝，伊的灵魂敢若有比人要紧啊无？有，咱敢若差一项，咱是伫上帝厝内，还因无彩，因无伫上帝厝内，但是嘛是上帝失落的囝，敢若差伫遮，灵魂的价值同款，上帝有听因无？上帝嘛秘密听因咯。连迄个伫外口，真侪人去病院咧探访，你要去病院咧探访，你对病院咧探访，你对病院有负担的人，你去病院探访，你用用的心神比外口真侪人用伊家己亲生的父母的精神搁较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疼，你关心。迄个你无血亲的关系，但你因为疼你啊，你的关心，你的行动，你的照顾你，上帝。无因为讲，伊捌我，毋捌我，即个拢认为拢是上帝创造，所以伫上帝目睭前，耶稣讲的，上帝如何敢若如何基督徒是无？
是不是？上帝拢好者，通世界真理。上帝照顾你，照顾我嘛，照顾遐唔捌伊的人。这个是通世界，注意啊！这个信仰个别人落去的是，人人伫上帝面前是平等的，拢值得存在。即马干那只项目是，连咱个安怎通过咱的眼光，不人知影讲，你有一个老爸是你唔知影。不人知影讲，只有一个上帝，伊是创造你生命的。你可能有其他的宗教信仰，但是你逐项拢拜拜，啊，遮你无拜就无彩啦。这个是你创造你生命，无彩啦。有一个你的生命都等在到伫伊面前啦，你安怎去啦？但你要安怎样通过活出你的有这款的上帝啊？你是我的老爸。伫耶稣基督的面是伫家因带我一路等在到伫这个家，但我要安怎活出这个我是有受上帝信仰的人？我活到一路五万，一路几啦？然后我破坏，互因咧惊惊，心内当真，我就来发脾气。因为这个是最要紧。每一个人拢有，每一个生命，若是上帝所创造，那每一个生命拢要追求上帝心的倾向。所以，大家人拢有迄个宗教信仰，拢咧找因的上帝，就找来找去，无彩啦，无一定找到真啦。咱家讲，这个上帝，我找你啊，我要安来报你知。来，我要请问一下，那对阿咱来讲，真正所教会，真正所教会的人，甲咱有同款信仰无？真正所教会的人，甲咱有同款信仰无？对倒位讲无？因信的上帝是毋是即个创造天地的上帝？是毋是？是啦，即个大神肯定。一个若讲即时，咱就讲你是我的兄弟姊妹。但是你若一个到真正所教会的人的面前，伊讲哎，无一定哦。为什么？因讲阮信的耶稣才是真的，啊，你的耶稣是假的。所以我一个真耶稣，啊，咱才有真耶稣，那是安怎？因为当咱伫咧做这个信仰目标的时，你要真小心。真侪时阵，你对象是对，但你对对象的了解陈述可能走进去啦。所以咱来，真侪人把他们伫咧啊，丢到教会，丢了，啊，搁长搁老，啊，这个教会来无上帝，唔通随便讲话。人啊，你是啥？我伫温哥华面对一间真大间的教会牧师，伊伫安尼甲人讲，然后你们要又老又臭，又喜欢吵架的，都去长老教会。他就超骗人了，要搞台独的，要搞政治，都去长老教会。你在说什么，牧师啊？你在说什么？小心，人唔能定定。自以为是，你的教会才是真的，别人的教会拢是假的，小心！你是上帝吗？因为当咱伫咧个别一个信仰的时，你要真小心讲。咱即马是即个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但你若讲到即个信仰的时，咱拢讲，咱伫上帝面前，咱拢是假人。这个心灵有开化无？这个心灵是开化的。这个心灵，跟耶稣来讲的，上帝若无好好好好人，无歹人，照日头无义人，无不义人，这个咱的信仰跟耶稣的信仰有共款啊无？有啦。这世间有真侪人排他真厉害，因为咱的信仰是互咱有一个人捡到的。因为你都要一直捡到钱了，咱怎可能带人来到伫上帝面前？第四，咱来看一个人，保罗。啊，这段圣经伫顶礼拜圣经咱就读，但是这因为时间的关系无机会讲。保罗到伫雅典，
希腊雅典，你知希腊雅典一本文化，咱到即久为止两千年来，希腊文化对咱影响真深哦。希腊文化、希腊的结合、希腊的思考，你若看到即个，即个几耐人，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这拢是，这拢是耶稣也未出世以前三四百年前的人哦。因的思想，因的结合，比耶稣以前都足深嘛吼。保罗去到伫遮尔文化、遮尔遮尔兴旺的一个大都市雅典，保罗佮对遮雅典人真有切合思考的雅典人传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因为我爱伫这个遮，迄日子你若看有，你着看；若无的时，请你用你的圣经，我唔忙，你来会当。来礼拜的时，你拢会当查迄个圣经来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以后，才安尼讲：保罗徛伫阿勒巴哥的中间，讲列位雅典人啊，我看恁凡事真敬畏鬼神。我看恁凡事真敬畏鬼神。我咧悠闲的时，观看恁所敬拜的，拄着一座坛，坛顶的顶面写“微巴的神，微巴的神”，意思连迄微巴，因大项拢拜拜到惊，惊了倒位拜无着，倒一个神拜无着，所以才去加弄一个微巴的神，所以嘛建制予迄微巴的神。恁所毋捌的，恁所毋捌来敬拜的，我现在甲恁讲，保罗即摆来介绍这位啦。恁毋捌，但是恁的拜祭，我甲恁讲。二十四节讲，创造宇宙甲其中万物的上帝，既然是天地的主，就无带着人所创造的殿，也无用人的手来服侍，亲像伊欠过什么，家己反正将性命穿开。甲万物拢相属予人，伊对一个创造万物，建立全地，而且大声定着因的年限，甲因家己的所在，要予因找求上帝，予因找求上帝。所以这是为甚物人人拢在咧找上帝啊？现在会当想象来得到，其实这个上帝离咱别人远啊无远，这个上帝离咱别人，离咱别人咯。包括信的、无信的哦，包括亚洲的、非洲的，每这个上帝离咱每一个人拢无远啊。因为是安怎上帝，圣经保罗讲，这个上帝造天地的上帝离咱每一个人无远。我你在伫遮啦，你若经个别讲，我要信父啊，这个造天地的上帝啊，我欢喜信你做我的上帝。我欢喜接纳你做我的老爸，这个上帝马上进入你的心啦。你这个上帝离咱有哪无远？无啦，这个上帝拢徛在你的门外啦。耶稣在讲，我徛在门外，安怎？喊，听到我的声来归的人，我就要进去。这个上帝离咱有哪无？无啦，因为耶稣不然办的这个上帝哦。很奇妙的人，所以很多人在怕鬼，我们不怕，我们就只说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上帝，上帝啊，你若不是我的主，在我的家的中间，我又弄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我这个家庭也因为耶稣基督，上帝你在那做主啦，所以我们都不怕鬼啦，我们入到我们的主来，不用怕东怕西，不用去看风向，不用去看背景，连上帝来伫遐谈都安全，因为保罗伫咧传的之类啦。保罗佫讲到，哎呀，伊伫咱无远以外，佫讲咱拢是伊的子弟啦。我们都是他生的，注意，咱是他。你这个加那句话的最简单对照。保罗安尼伫咧传这个伫雅典人中间所传的这个保罗。伊真肯定雅典人的宗教热情，对不对？保罗对因的宗教热情甲态度是肯定哦。
咧伫迄个坑顶个中间，保留伫个过阴灾狂顶个围墙个迄个，你毋捌个，佮行了拜无着个迄个，我今日甲你介绍，注意，保留伫个传统音，是用强迫式个，还是用分享式个？分享的，注意一下。今仔日用安尼伫个检验，偌侪人伫个传统音，常常拢对人有足大个强迫，常常对人伫个做否定。啊！你拜迄拢是假的啦！啊！你拜迄是查不到啦！啊！你拜迄鬼神啊！我跟你讲，请问你若做一个拜拜的人，有一个人走来到伫你的面前，直直咧否定你古鬼世代以来所拜的，你的起码是安怎？起码是真歹。当你来到你的面前，啊，直直甲你批判，直直甲你批评，直直甲你否定，你会接受伊所讲的声明吗？袂啦。注意哦，注意哦，真侪人传福音是安尼个传，因为今仔咱伫个见证上帝，一个分享，甲对人伫个分享你的信仰，是分享的。所以过去毋知你捌看到迄个电话条，伫电话条顶面打电话，信耶稣安怎得永生，啊不信耶稣嘞，你像这种穷谈。这种对人的凶狠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不信耶稣下地狱。你这款的物件，到处电话条直直打，打到尾后，我无信耶稣，看到起码是安怎？有够恶劣，有够恶劣。然后你要去叫遐对基督教足恶劣的人，然后你要去叫伊来信耶稣 ？No， no way， 门拢卡死的，唔通袂见。因为啊，上帝的心胸是足宽，耶稣基督过咱的这条路足开阔，一包容性真大，来伫真侪基督徒，弄到伫真侪基督徒、真侪的教会心胸，弄到足下世足害怕。No， 你啊咱，你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咱来讲是真接纳性，还是真害怕性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十字架那是，那是排他性的哦。这个十字架信仰那是真严格的吼。咱每一个人的上帝面前，咱拢跳袂掉啦。因为咱大家人的生活，大家人的人生，咱有真侪气感。我跟你讲，伫圣殿的上帝比我咱拢跳袂掉啦。多多这个开阔的心胸的上帝，伫咧包容咱，伫咧包容咱。这个是咱足宝贝，足宝贝。在伊利亚的时代，真可惜，真可惜。阿王拜以色列王，拜以色列的王，竟然去娶一个外邦王的查某囝，叫做亚述别。入来了后，阿王是拜以色列人的王哦，竟然开放，和亚述别带伊的巴黎的神明入来，到处起庙祠。然后在迄个中间，亚述的王要饲足侪巴力王的祭司，然后佫直直抬亚和华上帝的祭司抬了了，抬到尾啊，伊利亚爬起来，伊利亚甲伊对决，伊利亚去见阿哈王，以色列的王，犹太人的王，啊，伊利亚徛在讲王要，王啊，你叫这王要，甲伊巴力的这位这些的拢来。咱来见证，弄啊到尾啊，迄个伫献祭中间，拢无点火，看啥物人借着祈祷，迄个火会当烧起来。结果，巴黎的圣先知安在祈祷拢无效。最后，伊利亚佫叫伊个迄个罗伯，对迄祭品直直压水，直直压水，直直压水，压到咧边仔狗拢满水啊！伊啊祈祷，上帝予伊个祭品，因为伊啊看见上帝甲伊同在，咱个上帝才是真个，巴黎个神是假。因为早前亚述别用异教个害咱个先知，即马换伊利亚讲。来啊！把这个450年底的先知总抬，抬来抬去哦。即马虽然是伊利亚赢啦，把遐假先知抬了了，即马换王耶稣变
还有个台语啊，因为中单的信用就是台来台去，台到即马几若千年后，即马还过伫伫咧台台，咱毋忘遮个总数，即拢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，拢是上帝所创造的生命甲灵魂。大人伫上帝面前拢静落来，拢静落来。大人来比赛，啥物人较有听？啥物人会当证明上帝旨意？大人来，你心内的上帝旨意甲画好出来，然后大人来比赛，看啥物人的上帝才是真，才是心狠话有疼心，有公义，有正义，疼人类。因为咱的信仰是伫遮嘛。所以信用不是一个教义，信用是一个真正倒转来到底迄个核心，是我甲上帝的关系，我甲上帝的关系。啊，即、這个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宇宙的万面的主，甲我等于有即个信用，甲咱活的现在信仰什么关系？关系真大。你若有即个上帝，你若有即个上帝，你若确信即个上帝。然后你知影，你的性命即马活是根据伊的恩典来活。伊甲你分一口血，你活咧，有一日上帝会甲你的血安怎收倒转去，你着听听。所以咱今仔日的活是靠上帝的一口血来活。所以你也好好珍惜，性命有一个开始，性命嘛有一个结束。有一日你我咱拢面临死的问题。啊！因为出现伫这个中间，你要怎话？伫这个中间，人生不如意，安怎？十之八九。伫你我咱的人生、咱的生活、咱的家庭、咱的工作、咱的职，咱拢有处处难题，处处艰难。物件只有信，这个上帝应允，伊要甲你同在，伊无怕。咱有这个上帝，咱有这个信仰，咱的人生无错啊！咱的人生。虽然咱甲别人的问题拢共款，别人会破病，咱嘛会破病。但是伫破病床的中间，医生拢证明着，恁这基督徒伫破病床的中间，甲人无共款。恁这基督徒伫对死的时嘛，甲人拢无共款。咱今为着安尼，伊传偌济医生来信主，因为咱有这个信仰。虽然拄着真侪艰难，但我信上帝。我信上帝，甲我啥同在？这个信，伊会引带你行过人生的一个关卡，一个关卡。凡事道道来，要听上帝的人，安怎？得着伊啊！虽然我有受苦，但这个受苦对我安怎？有利啊！咱有这个信仰，我相信，凡事临到伫我的无论何凡事，拢有上帝的旨意。只要你有迄个信心。只要你的信用，因为你会比别人更好分吧。那这个上帝甲你三个同在，这个大观念的上帝陪你三个行，拢不落嘛。要惊啥物？免惊。所以基督徒常常伫艰难的中间，虽然流着目屎，也搁会吟诗歌。这是基督徒，因为咱内有信用。咱也认上帝，因为哪里咱搁倒转来着了？我告耶稣，耶稣直直伫咧敲车，上帝的旨意。伫咧一开始拄拄三十岁出来的时，教伊个学生怎样祈祷，伊就教伊个学生讲：恁伫祈祷的时候，安尼讲，我伫天里边安怎？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临到。你的旨意一成，第二年就是天年。耶稣一开始伫咧教伊学生祈祷，就咧教伊讲：，恁要超越上帝旨意，常常都爱祈祷讲：，爸啊，愿你的旨意一成，一成安怎一成？通过我来一成。爸啊，愿你的旨意一成，通过我，和天顶的旨意通过我完成第二年，第二年就是。迄个拢爱通过你，通过每一个基督徒。所以基督徒一个人生的目的是安怎？要安怎让你所脚所站起的所在变作上帝国度？因为按安尼来讲，永福教会是毋是上帝国的一部分？是毋是？是吼。当你讲永福教会是上帝国的一部分，
因发教会内面，伫遮是要有冤家，也是要有恶路感谢。遮只有恶路甲感谢。因发教会内面，大家人嘻嘻哈哈，无要无紧。啊，是因发教会出钱的所有兄弟姊妹，伫遮咱大家人拢伫咧敲诈。上帝啊，你予我伫因发教会，我会当做啥物？因为你若伫因发教会内面的时，你伫咧敲诈，你存在意义、目的、甲作用。无人伫遮是厝外人。无人伫遮是陌生人，大家人拢伫即个遮是厝内人，上帝厝内人。所以你爱做一寡工作无？哎呀，唔通走，有搁走嘿？上帝伫遮，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教会是我的上帝的家，但是搁做啥？拜拜神，干嘛？干我无关的，你叫别人干我无关。你是花在人厝边吧？怎个咧讲信仰的事？甲遮的物件伫里。我一个教会人，咱笑来发声，哈哈哈哈哈！来，困难每一个人，我见，规个人有名、有名分、有实际，规个人我唔免迄个名分，但是我要做遐个教，我见你要紧，你画出你个技能啊，从迄个怎样，有名无名，迄种就袂输。啊，咱不要讲真正，对耶稣家来讲。耶稣伫咧坚持上帝旨意，到伊到伫十字架顶啊，也搁伫克西马尼园啊，往顶啊，也搁爬啊。这个杯哪会当离开我？哪会当离开我？过来嘞！总是毋是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。你看耶稣伊对上帝的态度，虔诚到落尾。爸啊，哪会当？在咱的生活中，有足侪代志咱无爱啦。爸啊，哪会当？把这代志带离开我？总是毋是？叫凡事是叫你的意思。那是凡事是对你的意思来。我相信到有一日，拢是为着要延更、延更、延更。你们讲阿弥陀佛。所以咱一旦有这款的信仰，咱真正。好好坚守，这若是你的信所信，这若是你的信仰告别，你就照安尼去持守，照安尼去行。咱是伫甲耶稣基督，咱共一个家，共一个上帝，伫共一个上帝的造化内面，然后咱彼此受交托，咱是一个受交托的人。会记得今仔日你阿咧话言传，为啥拢是上帝恩典？有时你会倒落去。所以都要珍惜，要把握。伫这个也会倒落去以前，咱会当做甚物？唔免想真远。真侪人讲，哦，我要服侍上帝，我都要去到真远、真远的所在。No, please。对你身边责任来开始，对你身边所有的责任来开始，先完成你身边的事。你的父母你照顾好阿未？你的兄弟你照顾好阿未？你的家庭你照顾好阿未？你的工作，你才讲好阿妹。你所安置的教会，你有参与伫遐无？你拢对遮开始热心伫即个遮，伫即个遮通过你的好所行，互人看见你是耶稣基督学生。对遮你若做了，你感觉有影无够？你迄个时对遐才来开始。我安尼讲，你要讲阿面无？主祭人到即久有真侪人难过了。主祭人到即久嘛有真侪人嫌嫌啥？拢伫咧做外口，做外口，做外口，家己厝内放咧，要保持小心。一切对你脚所徛的所在，真正是你的信托，当心来记啊！我感谢上帝，我有这个时间，这是安息的心，圣洁。我感谢上帝，我有日子通工作，我有七日通休。上帝，你不是大观念的上帝，啥事你也要搁有一个孝本人。我看这个孝本人是神圣。上帝啊，求求你怜悯我，我人是啥？带着真侪人无用到连第七日都无法当孝本。我比上帝搁较老，拢毋免孝本。上帝，我求求你圣化我，互我常常知日时工作，暝时孝本，互我常常知六日工作。安息圣日伫落去，常常会当救我甲上帝你的关系，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
捌你是有创造我的上帝，有尽我的性命，拢爱伫你的面前做交差。愿你不断伫圣神的内面，将这个话气存伫我的内面，让我的性命无孤单，让我的性命无惊吓，让我的性命因为定根伫你，徛在伫你的召唤，所以阮坚固无摇撞。我来祈祷，感谢各主的名。Amen.